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和王源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第二届洛阳龙门杯中国围棋棋圣战本赛四强的一场精彩对局。王老师，你好。你好，各位棋友，大家好。那么这个洛阳龙门杯中国围棋棋圣战这个比赛呢，是中国国内最重要的比赛之一，是奖金好像也可以说是最高的啊，因为它是一年一度嘛。那么第一届这个洛阳龙门杯的中国棋圣呢是周瑞阳，是吧？第二届呢，现在众多高手他们要厮杀很久，然后决出一个第一名，就是争夺挑战权。对，跟周瑞阳九段挑战，很好，这个就是前四名当中的一盘棋哈。是。由连笑对古力，他们拆线之后呢，古力是黑棋。是。下面呢，我们就进入棋局。嗯。黑棋是古力九段，那么占一个心。白棋是连笑。对，这应该是王老师，这是80后和90后的一场典型的争夺战。是，80后90后，哎呀，现在年轻人进步都很快呀，是吧？黑棋下一个挂，像这盘棋非常有意思，千头万绪，然后古力又挂这个，然后再跳跳，黑棋古力在右边连成一片。其实王老师，我看这布局啊，我觉得最近都非常少见，因为一个是二连星，再一个这边连片，它采用一个低位的。低位，对对对，这个都是以前古力干过的，就是局部啊。我记得他下白棋的时候就下过这样的二连星，然后中间是低位连接。他古力九段，他的棋非常自由。我们广大的棋友其实也都很了解了。那么这个棋呢，还是比较有新意的。下面一招棋，白棋连笑来挂，那么古力就直接扎丁。这个棋，这条棋有劲儿。古力和李世石春兰杯上是下过的。下过的，对对对。但是他那盘棋他就夹在这儿。是，情况不一样。这个扎丁应该是经过研究了。是，很好。我们接着看下边一招棋，连笑呢，他就尖顶左上角。这个局面空旷，倒是怎么下都可以。那么黑棋古力到这儿来加工。连笑呢较劲，继续把它扳住，对，各走各的感觉，各走各的，黑棋在走这个，现在棋盘的上半边就是黑棋的这个右上角是4-1，白棋的左上角是4-1，谁好？都是4-1，谁好？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是吧？都不知道，但是很漂亮，突然之间一个新的格局又出现了。是。接着看下边连笑七段，他又挂这个，挂角，古力再送他一个扎丁，再扎丁，然后白棋下一招，这个棋他就不过来走角了。对，他当然也可以，如果要有幽默感，这个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上下同行的感觉。这个，然后你再扳住，他再把你吃掉，这就有意思了。对，哎呀，有意思，两边同行走中间，是不是该走这个？这个画面是很漂亮啊。但是连笑在这儿就对，实战没有这么下，他就拆。拆，黑棋古力拖，拖角，左下角到下边的一个黑子，他要处理，所以他拖了连扳。连扳，这个在边上角上算是一个定式。这也是比较常见了，局部是粘上，然后爬过来，把棋立下来。是，拆一，黑棋拆一，对。白棋的下一招飞是比较有趣的一招。这个看上去挺单薄，王老师，他没有加强这边，而是选择在这儿飞。对，他这个飞呢是就连笑七段这棋还是，确实还是很有内涵啊。这个飞看起来又没有对黑棋有什么威胁啊，但实际上他盯着一个这个透点，盯着一个透点，还是有故事，王老师。对，有，而且这个飞呢。大概在10几年前，当时我看见另外一位高手周贺阳九段，他在类似的棋形当中，就是不温不火的下了一个飞，这个很有意思，静观对手，对手的动静啊。下边一道棋呢是一个分水岭，那么古力九段当然是靠出头，这个比较效率比较高。另外一种消极一点的，依我看完全可以下的，要补棋下法就是顶。因为他盯着这个就补住了，你就顶就行了。但是古力选择的是这个，因为这盘棋变化太多。他在很多阶段都面临一些棋路，就是三岔路口，不知道怎么走好。变化非常多。是。那么我们有些地方确实只能简单提到。
走成这样。但是这个还没防住啊，没防住，这还是有点。对，古力认为这种横顶的防守过于消极啊，所以他干脆就让你来点，不是古力的棋风，连下这个尖，补棋。这个尖呢，当然有别的下法，不啰嗦的说了，简单说，我是希望他下这个，这个棋形的张力，棋子的张力要好一点。因为黑棋这个跨段的话呢，显然是白棋哪怕是单扳都行。单扳完了之后再点。嗯。如果黑棋要应这个，那么这一代白棋下起来就不一样。黑棋古力九段会这样去冲段吗？这个太难看了，下不出手。我就不知道了。这感觉上白棋这个效率可能高一点。走这个，黑棋飞。紧紧的追着他，他是在经营他的模样，感觉对他给白棋施加压力，因为这个棋呢，黑棋靠完出头就没有办法再补了，再补效率就低了。如果不补，如果你还要补补这些，那人家就到这儿来了，直接进来了。所以连霄为什么不肯飞这个呢？也有道理。好，我们看他飞，那么连霄这就点进来了，就点一直瞄着这个手段。对，但是古力也有安排，冲天上一冲，白棋连霄拉回来。这个得粘上。这招棋什么英雄好汉都只有接，没办法。这个被断死。对，感觉上呢好像白棋还不错，在这个局部还不错，还在挡住，挡回来。对，黑棋这个顶，这个本来不顶也可以，但是变化太多了。爬过。顶完了，然后，是吧？拐。长。白棋长，对。黑棋这连一下。对，下边这个连呢，这个又是古力的风格，它就是这个棋形啊，留有余味。双方都保留有余味。喜欢保留余味的棋手，一般适合什么样的棋手呢？就是水平高的，唯恐天下不乱。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招棋其实交换最后。这招棋最后。这个要补棋。是一手，对他也不知道怎么补。这并。这个你并嘛，他就尖嘛。尖这个，尖这个均可，是吧？那然后待会儿这儿还有尖，这一尖你还不能不理，你不理他下一步一跳是要死吧？这一块，这个很难受啊。如果这个被黑棋还能先手尖到，很好。你如果走这个的话，他也可以盖过来。这个他这个外势也不错。由此呢，我觉得这个定型可以简单叙述一下，就是，连下这个二路透点。这个飞盯着这个二路透点是不错的，这个很有内力，但是呢，刚才这个尖啊，还是把棋形的张力啊给自己压缩了一下。我建议他还是舒展开好一点，用这个地方来飞。那么古力九段呢，虽然被点的难受，但是他居然把两边的棋子呼应起来了，是变成势力，应该是黑棋还可以。对他连起来做模样了。对，但是古力九段呢，他就是不愿意。他想保留味道，这地方以后是不是还有手段？暂时倒没什么手段，总之他就这样下了。那么下边一招棋，既然你下了这个，连下左边这一带白棋也很大。他拐，他就选择了一个拐。这个拐呢，因为考虑到黑棋这个尖本来就是先手，所以这个拐呢，暂时应该说对于黑棋来说威胁并不是很大。行，我们继续往前看。黑棋暂时不走，但是左边有一个问题，对，这是现代棋的一个特点。这个怎么进入？对，它就是什么呢？陈楠，它就是比力量。左边这个特殊的棋形啊，它就跟这些逻辑啊这些没关系了。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黑棋走这个，你说它是死的还是活的？那么就要以力量来说话，是不是啊？比计算了，因为它这个地方白棋这个势抬得很高，这个筑了高墙。所以这个他有了这个条件，那么左边这一带呢，它的环境就发生了质的改变。因此左边这一带就无论右边以及下边这些定型究竟谁便宜了谁吃亏了，好像意义都不大。因为主要要看力量左边的。对，这要是都死了，这黑的肯定不行了。但是黑棋要力量强呢，它一分头进去，让你的外势全部没有作用。所以这个就是力量。也落空了。而这样棋的格局呢，在过去的棋局当中啊，不是太会出现的。比方说过去它时代的特点，对白棋要下的时候，他就不见得敢下这个。就把这个势力筑起来，左边让人家去分头，他就不太敢。那他会围吗？他也许不知道从哪围。过去大概就会这样，普通这样缩回来。过去啊，就缩回来其实也不丢人，这个配合也还是可以的。好，但现代棋他们就要下这个。但是这边黑的我也有一定的模样啊，对，会不会对围？是是是，我们接着往下边看，
他先撞一个，他是拐头，那么鼓励撞，这个是鼓励的顺应手。对，他的棋就是紧凑，如果有可能的话，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分头，或者是这个也可以考虑，这个分头也可以考虑，你只要从这边逼住他就横撞，争取做一个结在这儿耗着，是给你耗着。好，他这个撞当然也行，白棋紧紧的逼住，对，这个是好，夹住这个，然后鼓励不走了，右边跳起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对，下边白棋也来适应手。对，下边白棋这招棋是连笑七段对鼓励的一种礼尚往来，就你左边撞我一下，我逼住你不走了，是吧？那么我在你的空里也撒下一个棋子。这个看看黑棋怎么应啊？还是活的呢？他没关系，就是想看个鼓励的态度。对，礼尚往来，黑棋当然是正头。然后他也不下了。他也不下了，很漂亮的下了这个。非常有意思，左边这个白棋里边非常的大呀，它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但是这个棋王老师是不是跟这边有关系？因为如果先有这个你再进来的话，它是不是可能会变招了？就也不一定了，这个逻辑性就很难说得很清楚。所以他刚才撞一下，我想他一定有他用意在里面。哈哈，就是是个硬手。对对对，但是如果他不撞也可以。不撞下边一招棋，白棋围这个的话，那他还会去撞吗？他这个撞比这个好，比分头好。这个很虚，这个逻辑性很虚。总而言之，他们的棋都是复杂多变的。下边我们接着看很有意思的变化。黑棋鼓励呢，就要寻找一个，因为现在没有彼此扩张的选择了。对。所以就要寻找一个突破口，对于白棋的模样。那么他下边断适应手。适应手。再下边一招棋，连笑下得非常较劲。我觉得这棋他真的是愤怒了，他拐在下，因为肯定不肯走这个。对，不太愿意走这个，是一爬人家这个活了。但是我们说话也不要那么绝对。如果他真的走这个的话，那我以后这个先手，你这个是先手，但是他这个地方就铁厚了，那么这一带以后就没问题了。所以也很难说。但是作为年轻人，当然第一时间是最强的姿态。他拐。对，那这样的话，这边就产生了先手。这边对这个鼓励这招棋比较有弹性。这招棋有意思，一般的人很难想到哈。他就是说什么呢？我让你来吃，你怎么吃？主要是这个意思。你看，你如果飞这个，这好像死了，他就拖。你必须吃，是吧？吃这个。对，他就鼓。这个棋形一看，我们就发现它有弹性。因为白棋不能去打吃，你打吃它做劫，你那么多的人，他待会儿给你打劫活，你受不了。对，他就便宜了。对，但是如果你不能去打，那么这个地方你要防着他搂包你，你只能退。他一打一走，这边一飞一坐，好像做一个打劫活也不是很难。是，虽然这个空间很狭小。对，所以这招棋有利弊。那么我们接着看，连笑下边一招棋，二五跳。因为这盘棋它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大名鼎鼎的鼓励，如果他夺得棋圣的冠军，我相信我们广大的棋友觉得还是很愿意看到的。他自己当然更愿意看到。是。而连笑呢，年纪轻轻，才20岁出头吧，好像。94年。94年的，才刚刚20。前途无量。尤其面对鼓励，那肯定是斗志昂扬。是。行，白棋这一跳略微有点难受，但是呢确实怕他这个拖。那么这一跳完了之后，我们看黑棋鼓励顶一下。顶这个，那么白棋当然是藏起来。黑棋再一搬，他就是要走出一些味道，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就活了，这很难说。这个搬粘应该还是先手。这个粘他不，这个粘是差一点，他要保留，所以他加。先不下。对，然后这会儿呢，连笑又开始礼尚往来，这个棋就是这白的不好运。好运，好运，很好运。好运是好运，但是他就选择了一个礼尚往来，他也不理了。对，你把我的空好像有点那个斗气似的感觉。他就飞，是吧？挡住。他、没有飞。不是，他就先出这个。对，连笑在这就下出了比较厉害的招法。他就飞刺。这个飞刺呢，当然在白棋拐了之后呢，黑棋这个尖呢，就他飞完这个尖就不太好。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刚才说要先跳？因为一尖白棋竖在这儿，他有了这个拐，下一步跳这个的时候你就难受了。就难受了，你必须连接，所以他应该是第一时间先走这个。如果你走这个，他就走这个了。对，直接盖过来。对，就不一样了。
现在既然先走了这个，当然就不会走这个。不会走这个呢，这里边有一个纠结，有点毛病。我们来看连下飞，这边下得很精彩。啊，这时候挖一下，挖就挖。我觉得他这可能跟当时拐这个就有关系，有关系。如果这地方人家爬活的，他就没必要走这些。对，这个挖像个手筋是吧？我们接着看，那么鼓励先挡，啊，没有先挡吗？是不是先挡的？先挡。对，先挡是应手。搬。白棋只有搬，因为官子不损的下法是这个，嗯、是立。但是一立呢，黑棋这个挡先手，这儿有一只眼了。对，已经有一只眼。所以他挡是一个好时机，嗯、那么只能走这个。黑棋在吃这个。嗯。白棋吃这个。这我要杀他肯定。黑棋吃，对，这个杀呢是杀不掉的，你杀这个是杀不掉，你杀他提掉。是吧？提掉，我再挖了粘，你必须接，然后他再吃这个，吃这个我跑呢？对，他就接这个。好，搬。你搬他就猴嘛。这不太好杀。对，这个吃不着。硬杀不行。对，白棋必须这个地方交换到才行，这个团团到才行。好，知道了这个变化，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连笑不吃，所以连笑把这个接上。嗯，然后黑的刚才说的是吃嘛，现在他不吃，他接上。嗯，黑的把他团住。对，黑的团住。嗯。一团住呢，这有一只眼，这有半只眼，但是外边有一些味道。嗯，那么连笑现在冲这个。啊，他还是要这个先手。对。那如果挡住的话，如果挡住他就能杀了，他就吃你了。我真的要来破眼了。对，这个连笑计算很清楚。嗯，我觉得这个地方呢，给我们带来一个在围棋盘上品味的这么一个线索。嗯，就是这个冲，很早以前是白棋的绝对先手。是。但是你早冲呢，是损的。对。是不是啊？但是当他需要的时候来冲的时候，来不及了，嗯，就这么惯。当然来不及能冲出去还是很好啊。是。好，鼓励九段呢，下边一个扳。哎，这个扳呢，说明了他对局心理啊稍微有一点点不爽。看来呢，就是这个地方啊，出乎鼓励的预料之外。嗯，人家还有这种强手。他没有注意到连笑有这个挖。嗯。当然，连笑真的来挖呢，他是高手，他也能对付，嗯、是不是啊？这个扳为什么我说他说明了他心里有点动摇呢，有点不爽呢？嗯，就是因为这招其实应该保留的，嗯，应该不走，因为在很晚很晚当官子走才行，嗯，就可以了，是吧？现在走呢，有可能损了味道。把棋吃，一吃，然后呢，鼓励九段下出了好手，这招棋就是点。嗯，他还不情愿在这儿做活。对，做活之前要做一点什么事儿。嗯，这个点是好手，那么连笑当然肯定要挡住。再打这个，再打吃，嗯，哎，那么这打吃你就不能接了，是吧？你一接他有这个，啊，我粘上的话，粘上他一接，他快你一气，我吃了，对，一样，他快你一气，啊，他这个延了一气，这个延了一气，嗯，对，所以他算得很仔细，嗯，那么当然，连下把这个爬回来，这个渡过难关了感觉，提掉，渡过难关的感觉有，但总的来说呢，白棋这个冲击啊，嗯，还是不错。嗯，还是不错，有收获。这出去，对，黑棋是先尖，尖，嗯，是应手，这招棋很硬啊，这招棋非常的硬啊。那么白棋没办法，只好立，因为你不立被他渡过了，嗯，是吧？嗯，这渡过你下一招不知道下哪儿。对，这边是什么情况？对你只能走这个，他就不走了，他官子已经便宜了。嗯，待会儿他这儿再给你来一下，你硬哪儿啊？难受。现在这些棋就是这些地方很讨厌。嗯。那么连笑呢忍了，立下来，对，还得搬一个搬，嗯，那么下边一招棋连笑这个拐是还手，啊，可能他觉得形势不错，对，这棋呢他是应该考虑搬，搬出来应该搬，嗯，因为这根不怕他断，这个断显然无理，长还先手，嗯，是吧？那么你只能退或者虎，也不知道黑棋下什么好，嗯，然后你下一招棋走这个。好，直接下到脚上去。对，我觉得是不是这样的下法好一点？嗯。然后看他实战，他是一拐，那么鼓励九段一跳。嗯。好了，这个地方虽然冲出来啊，但是好像白棋的所得没有那么实惠。对，他扣还是围着的。啊，对，他围着，但是这里头以后要有些故事，这些有些故事呢又非常费体力啊。嗯。需要周边的环境啊。嗯。行，我们接着往下看，因为这盘棋内容太多。嗯。我们接着往前看，开辟新战场。白棋是飞，这个是吧？对对，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配合。有一个变化要给大家说到一下。嗯，这个棋呢，白棋可以立，因为不要看见堂堂的鼓励九段这么一夹，你就觉得没棋走了。那我挡住了，你只能挡。嗯，他在拐，
我你藏不进去了，藏它断也可以，搬也可以。啊，这个不能再藏了。对，黑棋大概只能走这个，嗯、白棋再走这个，嗯、黑棋再断这个。关键这个断呢，被他这一下有点难受。这个图形要摆给大家看一看。嗯、这个不能打劫，因为你这个打劫，这个劫材就太需要量太大。嗯，因为它搂打出来这些都是劫，只能接。这一接已经有点痛苦了，刀把五就出来了。哎，吃，嗯，长，你再一吃，它再一长，嗯，然后你翻过，下一步黑棋方住，要让它不活，只有吃这个。好了，这个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这个棋是死的还是活的？这个就很难说，是吧？嗯、这个东西就非常难说、啊。它看上去只有一只眼，这变化就很复杂。嗯。哎，可能黑棋会跳，但跳了白棋有没有冲断，这些就需要计算。嗯，也许他们两位的判断呢，觉得还是不太好吃。啊，黑棋活面比较大。嗯，所以连笑在这儿有放下。是，可是呢，我想说，我觉得白棋还是要这样下，还是应该给他施加点压力。对，还是要这样下。嗯，好，他没有这样下，那么我们接着看，没有这样下。那么连笑七段呢、嗯、他就说你把我的空破完了，我也把你的空要给你破，把它飞进飞，嗯，是吧，靠住对方，靠住跳，再跳，嗯，你怎么吃，他说你怎么吃，这个黑棋这个上面有个缝能跑对，我们接着看吧，努力九段嘛、嗯、就把上边做活了，是吧，先爬，嗯，把它挡住，对，黑棋把这个吃了，联系到刚才给大家说的，我建议白棋还是要在这儿出，嗯，还是要立下去，是吧？嗯，才能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现在下成这样之后，我们看鼓励补完了，怎么是先手啊？这个脚上是不是这扳太大，是不是还得走一个？对，所以他白棋还不得不再立一个。嗯，立这个。对，立这样，黑棋等于先手把左边解决好，然后再回到右边这个进攻的时候，嗯，虽然这一代作战白棋有一些收获。但是刚才他这个拐头，我觉得他好像是不是应该有点缓，对，应该追求一下、嗯、应该追求一下，应该搬完了再走下来哈。嗯，那么全局的形势现在明显是黑棋好，是啊，白棋好像还挺顺利的，这个下了半天怎么是黑棋好，嗯，那么原因呢，看来还是白棋要在左上角先动手，嗯，哎呀，之后还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精彩，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回来接着欣赏，一会儿见。好的，各位棋友，欢迎大家回来。陈楠，我们接着来跟大家一起欣赏这盘棋。嗯，刚才是黑棋尖了这个，是吧？是。那么白棋这三个子究竟是死的还是活的？这就是一个问题。我得往外跑吧，这个。哈哈，我看全局的形势能不能判断一下、嗯？主要是这个地方不太好判断。嗯。这个地方它，不能够说全部是白棋的空，但是黑棋呢，这已经有一块了，这已经有一块了，嗯、这块你还没活。这个这基本上活了，这个基本上活了，嗯，对，嗯，待会儿吧，局面再进行一会儿，我们再来判断，因为这个地方确实不好判断，你不能把它全部数成空，嗯，哎、假如全部数成空啊，还是来试一试，假设白棋这已经围上了，算到哪一线？就算到它这样都围上了嘛，想围死了，外边再一调，你再一围嘛，就二四五十五。二十，嗯，是吧？二二二四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三一三二三三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十一，因为他这个虎先手，嗯，四十一五十一五二五三五四五十五目，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就是实地六十五这个地方，你不能说白棋有多少目，肯定要算他两只眼，哈哈，算他活棋两目棋，六十五目，对对对，嗯、黑棋十十三二十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这块三十目，嗯。三二三三三四三十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五十五二五四五六五八六十六二六四六十五，现在把你算成全部是你的空，差不多这块你无条件活，嗯，盘面差不多，嗯，就是白棋可以赢七目半，三又四分之三子，嗯，但是刚才这不太现实，这不太现实，你是缺一手棋，嗯，所以呢，明显是我认为是黑棋好，嗯，我们接着往下看，比较主动，对，他这个出头，出头，嗯。黑棋下一招搬，白棋只能退，嗯、做眼，黑棋鼓励再顶，挡住，再挡住。嗯，那么下边一招棋呢，鼓励九段就暂时放下不走了。
是他这个觉得白棋没活干净，对，但是局部又不下了，对，他就是声东击西。嗯，武侠小说当中有一个天外飞仙是吧？啊，这个撞出头感觉。这招棋漂亮，我们看。他就直接靠在这儿。撞，这个就是现代棋，他就是在这一带要引起一些纠纷。嗯。有了一些借用，假设黑棋这一线有子的话，那这块棋他就要吃你了。是。他吃你的方式也有可能是这个，直接把眼给你穿掉。嗯。你里头折腾不出两个。局部肯定是不活的。你必须向外边流窜，嗯、流窜的时候他这一带有借用就行。对。就起作用了，对，他的战略思考方向是这样，但具体的操作方式呢，那就要看力量了、嗯、是吧，还是比计算，对，所以战略家和实干家他们之间的分工是不一样的。嗯、好，我们看鼓励一撞，那么连笑呢，那怎么赢啊，对，他就断是吧，他这个应该是简单活棋，对，他这个断也是好手。嗯，断完了之后呢，下边一招棋他选择活棋，对、嗯，这两招棋呢，我就觉得变化很复杂，但是我感到呢，连笑在这下的消极了一点，就如果你必须要来刺这个做活，如果他是先手的话呢还可以，如果他必须要接还可以，嗯，但是鼓励多角脱先了，你走这个他不理你了、嗯、这个受不了，所以这个地方变化太多，我也确实不太清楚，因为他要是想活棋，因为这块黑棋没活，如果白棋这一线外边有子的话你没活，嗯，啊，还有上边这个棋形呢，白棋长这个也很狂，这招棋也很酷，他长这个黑棋该下什么，力量不够的话头晕脑胀。嗯，哎，陈楠，你显然不能双这个。我不下这么难看的棋。你不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哪一种棋没那么难看呢？不太好赢。啊、嗯，很难，可能是下这个。我觉得他可能会下这个了。下这个还要跳出去。这就说怎么回事儿？这是就很乱。嗯，白棋可以把这一块当成，你实在付出很多代价要吃，我就不要了。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行，但是变化太复杂啊！从形状上感觉呢，这个长弯的跳，我觉得还是挺酷的。嗯，变化呢就数，我现在没有办法给大家摆得很清楚了。有味道。好，那么他没这样下，后来是做这个眼。对。那么这样一来呢？遭到脱先。对，这个棋我们就想嘛，从刚才那个形势判断就可以知道，白棋全部围成空的情况下，嗯，是白棋好。嗯。而且这边要有尊严的活棋哈，但是这地方该黑棋下，还该黑棋下、嗯，就是他撞完了还该他下，嗯，所以这显然这个空有点问题，嗯，那么鼓励单连笑咔嚓一段掉，嗯，招法是很犀利很漂亮啊，但鼓励九段这个久经沙场，嗯，确实是见多识广啊，现在这个局面他就完全掌控了，嗯，下面一个棋长出来，对，一长这个白棋现在不能下松的很难受，还得，对。他就压，嗯，那么这个棋形呢，紧接二子头，抢先扳头的一方总是有利的，嗯，哎，连下天元抱吃补回去，还补黑棋补利再一补，好，刚才这个空已经化为乌有，这个全破了感觉，对，那么下边一招棋还必须要走，嗯，是吧？他就把二路子吃掉，补这边，对，然后这个黑的再一跳，对，那感觉这一代黑的收获好像挺丰厚，是啊，他你刚才四四方方的一座城啊，嗯，现在你给他全部弄光了，将来你这围空很难受，这一招棋呢可以封住，但是你封的时候呢，人家冲这个你挡还是不挡啊？你挡在外边也叫吃，是是不是啊？还有这一代还有味道，嗯，那么这招棋呢就像这个棋形的张力，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连笑啊，这个地方这个尖啊。可能是飞压张力更好、嗯、这个棋呢它也是这个棋形的张力很好啊，但是张力没有那么好的棋呢它稳，哪一招呢，就是这个啊，既保证这个铁连同时保证这个断条没有坚决没有，嗯，可是它的棋形就瘪一点，是，那么各位您请看哪一个选择更好，你们觉得哪一个更好，要我下肯定就是老实点算了，你们说黑棋形势还不错，对，要我的话也是这样，但鼓励当然是这个，好，接着我们往下看，嗯，白棋下一招是不是飞这个了，对，嗯，黑棋跳一个，黑棋跳一个，那么连笑下一招是这个单哈，黑棋下一招，哎，101/103，白棋104是扳吗，对，104扳，嗯，他搬呢就为这个做准备，
为这个做准备。那么古力呢，现在以攻为守，他没有消极的来补这个地方的味道，他是以攻为守这一跳，威胁这一块白棋。后来白棋长叹一声，只有做活。那这个就没有了。这就没有了。这再也没有尝出来。对，就做好了嘛。嗯。那么这样一来，我们这个空就不用数了，刚才已经数过了，就不用。黑棋的空没有变化。嗯。白棋的空有巨大的变化。这地方全破了。对。当然，时空的差距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但是确实是黑棋好。嗯。我们接着往下看。白棋靠这个。碰，对，黑棋当然是搬。白棋再退，嗯，黑棋再立，白棋退，黑棋立，嗯，这是定式，白棋再拐起来，对，再拐起来，对，这时候黑的下边一招棋有意思，这就是这就是古力的棋，嗯，这就是古力，而且我觉得他实战中这招棋下得很快，这是古力的棋，要是我们来看这个棋呢，陈楠就是这地方跟着，对，这个是方形，嗯，这一走这个形状很方。到处当然也没有多少空，但是它连接得很好啊。嗯。第二个要追求呢，这张棋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嗯。先试个硬手。是。对，你如果不吃不走呢，它叫吃，在一倒虎的时候，你有点绿。哦，那这三个很孤单了又。没有，它主要倒虎你非常难受。嗯。这倒虎你非常难受。嗯。你打呢是损的，你不打呢一单你死了，你单立呢变成后手，它一线还有一个尖，所以它这个搬呢。我觉得白棋是不是应这个的可能性大？嗯，对。如果经过这个交换的话呢，这个后来也完全不同了，这个差太远了。好，我们看古力九段呢，这是他的风格。对，他踢在这儿是什么意思？他对他让黑棋让这儿要补嘛，然后破掉你这些锋嘛，然后他还惦记着是不是我这尖回来，您这块棋是怎么回事？这底下还得连。对，然后还有到一定的时候，这儿还有个吃，这儿还有个断。这个棋太凶了。你看起来好像是白棋的外势啊。嗯。在高手眼里。他认为你这还没补好呢，你这个大坝下边啊有白蚁在挖洞，啊没有那么坚实。嗯。好，那么走到这个，这个连笑当然这个必须要反击。是不是愤怒了？叫吃。嗯。要反击，看上去他好像也不怕，一叫吃一长是吧？贴回来。你贴，然后再一拐。他就先吃一下吧。啊，他先吃了一下啊，吃了一下。站住。对。哎，然后再一拐，对。嗯。下边一招棋顶，这个连下必须要努力，因为他看在这个地方黑棋也比较薄。这地方好像是不是能分段啊？粘上。这个粘，又是古力的风格。嗯。就是如果有可能呢，这个当然效率最高，是不是啊？嗯。空也存的最多。嗯。但是，哎呀，像老气横秋的同志觉得这个棋，就是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先手，而且这个形状也比较正。嗯。下一步马上就要拐出来，嗯，而且陈楠以后这个地方打了可以跑，是总是看着这个毛病，对，这样一来呢，是不是好一点啊？可是呢，像古力九段这些，他都是追求最高效率的，对，撑满。如果他的对手没有那么强的话，嗯，那么古力这样几个冲击啊，几个组合拳一打，待会儿局势就遥遥领先了，嗯，下边一招棋，这对手关键他也不甘示弱，对，这个是好棋，嗯。这一段断出了水准，这好棋不是说白棋要逆转，而是说确实白棋这个地方要补一招怎么办？他先问你，他就直接吃吗？对，你吃怎么吃？你只有吃这个，嗯，是这样。他这个再问你一下，你是长还是提？这搞得高手心里很烦，高手最后只有提回去，他再给你来一巴掌，然后他说我再考虑补的事儿。是这个他是可忍孰不可忍？嗯，就他叫吃。一段你叫吃，嗯，哎，你一叫吃，他正好补住这个毛病。当然，鼓励他说我也不难受，我这个目数大，嗯，但是我还是建议他刚才单长，嗯，他想的很多，将来这一带下去之后，这个地方紧了白棋这块棋一口气是很大，对，他是职业棋手的嗅觉，你说他紧了一口气就一定有用吗？不见得有用，嗯，但是也可能有用，是，所以职业高手他对于气呀、啊。这个嗅觉非常反应非常灵敏。嗯，有些古力这种比较有追求的棋手。但是有些时候，这个撞自己一气，紧对方一气，对自己也有伤害。很不好说。生活就是这样。行，我们接着往下看，下边连笑必须要反击。反击走这个。对，这个是好手。嗯。这个还能
这个白棋靠好手，黑棋也不能退，这个古力也有安排，那么他鼓住，对，白棋单接好手，但是呢他也有一个鱼形的方式可以抵抗，人家走这个，嘿，这个棋有意思啊。那么这个不断啊，不断没棋啊，必须要断，连小切断。哎，他是不是现在底下断了一下？这地方先交换一个啊，交换一个好，刚才黑棋交换一个，断一个，哎，这个行，鼓励先交换一个，将来这个想着一些味道哈，行。这个得那两块棋都需要做活呀，对，看起来是很困难，嗯，但是人家高手有安排呀，这个我补一下，然后再叫吃。这我粘上。哎呦，这个搬搬的正好。搬这个。跟着黑棋，嗯。哎呀，所以我们看他有些时候，这个棋子看起来很孤单，但是如果他的棋形结构可以啊，他给你做出两只眼活了，那你这个就干着急了。是啊，还没招。这是好手。这个。那当然要穿出来。穿出来。先吃一下。对，先吃一个，起掉交换一个，对，这块棋差一招棋才能做活，对，这需要补一手，是它穿出来，嗯，那么黑棋这一压过来正好，它是先治理这边，对，然后再说这个，是压出来，行，那么黑棋下一招也是较劲的一招压，这活了，对，因为它这块棋已经活了，现在它已经活了，它这个压呢就是兼顾这一块，因为你如果不理的话，它最简单的，或者是你看你怎么理，它有个挖，还有你理你怎么理呢？你如果理这个呢，目数亏了，是吧？而且呢，它还有个这个，你说他这个人烦不烦？把你切断了，不好对付。那么你只有走这个，你走这个呢，他又冲这个，打吃这个，打吃这个，立，然后一扳一收完了，先守活了这一块，追求这个他是对，嗯，那等于白棋要硬的话，里外不是人，没法硬了，局部不好走，对。不好走，那怎么办呢？连笑是飞这个吧？对，飞这个。行，飞这个。这个好像这一块如果被断了，他也没活啊，是吧，也没活。所以这个棋现在已经是连笑在苦苦支撑啊，嗯，苦苦支撑。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黑棋挖，黑棋挖，嗯，啊，这个就白棋必须补，嗯，黑棋甚至还哎拉回来是先手，这个，一走。把这两个吃了，哎，再一吃，哇！以活自己的同时威胁着黑棋，黑棋在处理自己的同时还把这两个子吃掉，带着木活了。这两个子吃掉呢，它这个还连上的，嗯，那么就不等于把您这一块切断了。那攻了半天，你这块棋还没活，是还得自己补活。这个当然是鼓励下得很漂亮，嗯，当然连笑在这苦苦支撑的同时呢，这块棋你差一手棋才做活。那我现在能杀吗？该白下了。但您这块不要了。鼓励问的是你这块不要了，这块棋就死了吗？对，他还有是不是有这些？好像有。啊。嗯，你必须硬这个，干脆冲断吧。那这你这一块没活。看上去只有一只眼了。我们接着看。嗯。所以他必须要补，他跳。嗯，跳了一个。那这样就是大家都做活。都活，都做活。大家都做活。那应该开始收官了吧？对，收官，那当然是黑棋好。这毫无疑问是黑棋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因为这个招法很多。挡住这个。白棋挡，这是先手。那么黑棋呢？那个终归是要立的，他先补一个，嗯，是吧？急，这块白棋没活，只有挡。先挡住。做活，然后再一立。嗯。这个必须要立，不然被他一滚包一扳就全部渡了。嗯。一立。再把这个补回来。再把这个补回来。嗯、对。这个棋大，这个有点味道，但这个棋是。我觉得是白棋已经不行了。哦，这时候差这么多啊？对，已经不行。我们可以判断一下形势哈，判断一下形势。看看目数。这个看看目数怎么样？这个地方是二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这一题是先手。嗯。这个扳接是他的，二十二一三十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十一目。嗯。这个地方呢，如果没有棋，就是黑棋的官子。嗯。四十一目是吧？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十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十三目左右。白棋六十三。六十三目左右、嗯。现在全世界如果不做别的追求呢，这个逆收很大。六十三目。黑棋下。啊，假如黑棋逆收这个的话，是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三一三二三三三三五三六三七三十八，这块已经三十八目了。三九四十四一四二，
43、44、45、46，嗯，47、48、49、55、52、53、54，这已经55目了。嗯，然后这个你有一个几？65、66、67、68、78。啊，那差挺多的还。啊，输了。但是呢，在围棋盘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嗯，我们接着往下看吧。现在就是优势，一会儿到胜势还有一段距离。嗯、对。嗯。我们接着往下看。黑的现在先冲一下这个。冲一下，这可能读秒了。这一冲，我一看，古力九段可能读秒了。嗯，把这个交换一下。对，这个也是读秒了。嗯。然后。是不是贴了这个？嗯，对。对吧？这个贴呢，就是可能他一方面在延时打将，一方面看怎么样下就赢了啊。嗯。同时挤压一下，这块棋还没有完全好。这棋。可那脚很大了。对，那个这个棋是什么呢？加进去了这个。有没有加不说，他就算扳你一下，你不是也只好退吗？对对。所以这一力呢，已经是逆收了。教吃一下是先手，这是一目、两目、三目，很可能是逆收了四目以上。逆收四目以上已经是八目棋了，八目棋难道还没有这个大吗？还没有这个大吗？这个他是看到了什么？他对他有些威胁。我们看他一贴，那么连下是一段，嗯，这块棋需要做活。对，尖。黑棋在尖，然后呢，白棋在尖，因为这个地方很难受，这块棋还没活透，嗯，啊，很难受，所以连下尖。他这个贴回来，这个做活。这块棋还没做活，还得做活。嗯。然后他在反顶。嗯。连他这个棋下得很抬杠。那赢棋怎么就不收兵了呢？对，好，我们接着看，这个当然很厉害。那么连笑现在忍无可忍，这个棋没法走了。你走这个，因为他这个是先手，一挤也挤断了。是。你挤的时候他吃这个是可以的，是吧？你挤的时候他吃这个，你接的时候他吃这个可以，你接的时候他接还先手。嗯。这个受不了。嗯。所以呢，连笑求一个变，走这个，这盘棋的逆转剧就从这儿开始。从这儿开始，对。那早知道我真的不走中央，把那个立下来，是不是已经赢了？是赢了，这个本来就比这个大。嗯。这个本来就比他大。接下来呢，因为他这个招法，这盘棋下了300多招。嗯。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把它全部摆完，但是挑几个要点说明一下他最后是怎么逆转的，嗯，就行了。这一家呢，首先呢是要告诉大家呢，这个地方一立呢味道是不太好。但是它涉及到很多计算，也不一定肯定活，因为你这个要顶，还要拐，它一爬是不是能跳啊什么的，很乱，头疼。嗯，因此这一家确实比较厉害。那如果我一路扳的话？对，如果一路扳，那么有一个劫，这个劫一旦打输了，黑棋是提过来下一招在这儿，你再下一招把什么地方吃掉，它再一贴你这块全死掉了。嗯，所以我以为黑棋第一是可以扳，是可以扳。嗯，白棋打这个劫呢可以吃这一块，但是。我看了一下，这块和这块一样大，差不多一样大，那这个白棋没法打。但是连笑当然给他加油，不知道他什么地方还有劫材，因为连这个都不是劫材。嗯，你提了我做活就是了。对对对，是吧？这地方还有一只眼，还有一只眼。嗯，对，所以这个地方不知道劫材从哪里来，可能就是只能转换。对，好，还有一个，就因为读秒了也看不清了。同时呢，人就怕什么呢？怕我怎么下都赢了，他认为我怎么下都赢了。嗯，就怕这个，还有一个退路呢，就是走这个。嗯，退让。你就把这个官子和这个官子看成，他一叫吃，你收别的官子不走了。嗯，这黑棋优势还是够的。那么古力他选择的是这个，这个棋也很奇特。我觉得要吃好像应该吃这个。嗯、是，他是挤在下面。这吃是差两目棋。嗯。差一口气。这个也不一样，就他走这个。嗯、我们接着看，尽可能摆几个。那么连笑当然不理他了，马上尝。嗯。你只有挡。是吧？嗯，这个先挤一下，这个没关系了。啊、他先挤一下，对、嗯。交换一个。交换一个。对。然后只有打。嗯。然后人家吃先手。对。这个你不理，这一冲就冲断。这一冲出事儿了。对。嗯。立。那么下边立。嗯。这个立呢，古力九段也是，确实觉得这个棋怎么都赢了，我觉得他。嗯。这为什么不加呢？就你一冲，咔嚓一段，他先叫吃，你提了，他再回去就是了。这个地方一线一尖还是怎么样回去？我看了一下是没提，就变化有点多。但是我这个水准计算不行，哎、我觉得这棋好像是应该加。那么古力九段是单立的，这个就差了啊。嗯。还不是最关键的。嗯。我们接着往下看。他是冲了一下。冲，对，这个一定要挡上。嗯。
当然这会儿就要替联校加油了，因为这个棋好长时间都是下得很辛苦，跟古力下得很辛苦。白棋在这地方补一个。啊，对，挤一个，因为他这个吃先手要提嘛。嗯。但是黑的没赢，黑的现在在这搬阵。搬阵那个大，那个大，那个大，那个是早晚要硬的。搬阵之后，白棋也先没走。嗯。白棋是挤，是吧？对。还是点了一个，没有。挤。挤。嗯。这个挤也不小。那立下来。就要吃，立下来。嗯。黑棋还是把这个接上了。197，现在没接。没接。嗯。嗯。对，我们这地方挤一个，挤一个啊！这是先手，粘上，粘上，是不是？挤一个是先手，把这个粘上。对，对，这个也很大。嗯，这个也这有一个打，一个打打劫嘛，嗯、这个、全部吃通了，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它挤上本身也不亏，是吧？嗯、然后白棋是不是把那个接上？白棋就先冲这个，嗯。刚才我吃这个。啊，一冲他没接吗？对。啊，一冲，我看看去啊。站上，站上。嗯、这个手数有点多，后面开始眼花了。看不清，一吃一接，白棋再一接，对，黑棋吃是吧？对，白棋掉。这个吃的一瞬间，这个故事呢，我想让它暂停一下。嗯。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吃呢很有风险，本来呢是好像只好走这个，嗯、一吃这个它藏着一个什么呢？藏进来。我看看这里还有什么棋吗？一扑，你再一吃，哦、也还行，也还行，也还行。我因为我看棋谱的时候，我觉得这张这个段好像味道不好，嗯，但是再一看呢，也还行。你看它段，嗯，你一提，再一扑的时候，这个有点看不清楚。真是，如果你走这个的话，嗯，它吃是吧？还会有点手段吗？然后再一紧，嗯。这个棋怎么回事？藏这个，这里头好像有点棋，我觉得能至少是一个点，对。但这个呢，因为我们时间不太够，所以就变化就不要猜得太细了。古力九段这一叫吃，我觉得呢，也可以把我们这个今天讲这个棋这个变化这个段啊，留给我们广大的棋友，大家下来茶余饭后有兴趣的话可以打一打，好好计算一下。对，嗯、这个有风险这张棋。嗯。那么连校呢，结果也齐了。对，要补棋。补棋。嗯。对，他是补的这个。好，粘上。补了这个，然后白棋把左上角补上，那个是最大的了吧？粘这个再不补不行了。嗯、对，207、208，黑棋209，黑棋209是不是收这个了？冲，这个、啊、先冲、嗯，先冲，你挡着，挡住，再挖，嗯，你必须吃，它再一顶，是吧？211、212、213顶，这个很胖，这个目数自己很胖。是。哎，同时呢，这个地方既有吃接不归，同时还要吃你。嗯。那么他下一步提，他一提掉。嗯，再冲出来。嗯。黑棋下一招加，终于加这个。啊，这个劫。对，那么白棋这个弯，这是先手。粘上。一走一接。白棋的下一招是把这个提了，是不是啊？对。哎，黑打。21接上。因为这个是吃接不归，这还是四目棋很大。嗯。然后白棋打这个，黑棋打这个，是吧？嗯。古力九段呢，现在可能是觉得，哦，打这个劫。嘿，这个奇怪呀、啊，怎么好像这个棋变细了啊？嗯。觉得很难接受。目数突然有点接近了。对。那么他要把它打扁，然后接下来呢，连校就用这个劫啊，一直给他抗争着。盘上的官子是怎么回事呢？就这儿有一个四目，嗯，别的地方就没有四目更大的了。但是呢，如果古力能够把它打来憋回去的话，就先手便宜了2/3目。2/3。所以我们要做这个文章呢，可以说最后他们两位是因为这2/3目啊，用劫在抗争。嗯。这棋居然就变细了。你刚才黑棋我觉得领先很多。是，是那黑棋的问题是还是出在中央。这个就这个地方被他蚕食的厉害。嗯，对。这个地方蚕食的太厉害，就是他如果刚才虎这个白棋加就看不清楚，他就虎这个、嗯嗯、让你渡回去的话，这个出入至少是2目2/3目，嗯，就是他已经损失了，但是可以减少损失2/3目，嗯，这个地方出入也很大。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地方打劫，白棋提过来是吧，黑棋一走一追一吃，白棋提过来，黑棋打劫，黑棋是不是上边这儿来一下，
这个是不是来一上？我看看，还没，这个还没有来。嗯，后面。黑棋的劫，那就这叫吃，对，提提过来，过来，没关系，因为就像刚才给大家说的，这盘棋最后肯定是来不及给大家讲完，但是我主要是要把最重要的一点给大家讲到。这个是不损的，连校一直在抗争。嗯，抗争住这个劫。他好像是一边收官一边收官，对对对，这样好像是能够赢。嗯，二三三，但是白棋呢，下边一招棋是。啊，这边刚才冲了一下，嗯，二三四，他也吃，是吧？嗯，经过这个交换之后，白棋还是把这个补上，嗯，因为这个被他一断是先手两目强，接近先手三目，这个受不了。他也不去消解这个连消，对，然后他走这个，吃这个，对，因为这个大意就有了哈，我觉得大体上意思有了，嗯，就是连校要抗争住。这个劫不能随随便便接上，接上被他便宜三分之二目，一接上他把四目一收，他可能这个棋就输了，黑子就赢了。辛辛苦苦半天，黑棋还是赢一点，所以他一直扛着这个。后来古力是劫才打不过了，收了这个四目，他这个先断一下，对，收了这个四目，连校这个还没补，对，还继续收，还继续给他抗争，是是，一直抗争到最后，啊。那么中间发生了什么故事呢？这个故事就是说他是劫才决定输赢，对。这个故事最后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后来找劫的时候，找这个，对，古力九段这个力，凭感觉这一力，以下没棋，啊，结果这一力呢多出了两枚劫材，啊，这个地方亏了，他应该提，提了白的还有你打吃他接上就行了，是，你看他后来这一扑你一力啊，白棋连校在读秒声中这一送的时候。古力经过计算，后来发现对方不应不行，那这个劫才就亏了。这地方有点冒汗。他有这个，你必须走这个，他有这个，这里头有棋，这个棋很怪。是是。所以后来他不得不又吃这个，那这个等于白亏了。一枚劫财。至少是一枚劫财。后来这一枚劫财就起了最大的作用。是，就是劫中最终的结果呢，是连校后来抗争到最后赢了四分之一子，对，只有半目，最小的差距赢了。嗯，但总的来说呢，如我们大家看到的那样，这盘棋是非常非常的精彩，是这个话题呢也非常的多，啊，我们呢可以说是只能说简简单单的说掉了一些啊，更多的东西呢来不及了。嗯，好，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你的收看。再见，再见。